沉重，因你而加倍的感动 My babyRealBaby， 让我多记下一些沿路感受，那将会是我最美最好的收获。Quack!
我觉得我有点答案了，就是这个牌子的袜子，我曾经见一个人穿过，而且频繁极其的人。那是他穿过了。我没猜错的话，应该就是于雨涵。是我没错。谁给你的？周一长。不是我。我觉得很聪明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我有一个黑武士的身材属于就
爱美。请我们送出这份礼物的朋友缓缓站起来。就是张桃写字非常好看，所以我希望他做的这支笔呢，如何给你真好看啊！
我觉得是走吗？没有理由是看着先好吗？哈哈哈哈哈。有人自己看，因为我今天上学做了洗洗脸。你是我是眼睛吗？是不是？哦，是。你澄清一下，但是我不是因为那个情人我才能干。这个意思就跟我买这个一样。是这样的，我们今天呢有一位老师，然后在来公司的定期用好遇上我老师，然后当时就有问他拿的那个东西是什么，然后呢当时小新说了一下理由，然后他说为什么把那个礼物送给我。不是，我随便。然后他觉得就是我们小宝老师是像巧克力一样有一点黑，但是呢，巧克力还有一些特质，是什么？甜。哎，对，但是他觉得小宝宝，但他觉得我们小宝老师虽然有点黑，但是一个很甜的人吧。就只剩限量款了，就一个，最后剩下一个，我跑就买。我以为是他去年吃剩的。哎呀，我就随便拿了做吧。那点儿，那肯定就是上金国的兄弟了呗。我输。我输。开始。这还要送这东西啊？你们都懂。什么意思？张天豪，好比兄弟。哇，张天豪是能说吗？肯定张天豪。找到时间就知道。就是你们俩，就是。对呀、啊，哦，还有一个，我认识女的，还有我认识我的，哪家亲吗？还有亲吗？毛巾，刷鞋了，刷鞋了。哈哈哈哈哈！哎，这是不是手肘？这是什么东西的？哈哈哈哈哈！对，是吧？不是，就是他这样，你这样的鞋怎么是不是也行？你这样的鞋对吗？哈哈，这个它就是一个，我是一个，当时徐老师其实说了两个理由，
一个呢就是刚刚说的第一个，另外一个呢他刚才选择一个随身弄。你在想吗？就是你随时可以拿出来使用。是的，来，那现在所有成员对自己收到这份礼物都感受到了成员们的心意吗？我们本次的那个就是送礼物环节，有两位成员就是违背了规矩，我们小莫和小姚，来吧，小莫来站在前面，表演十种撒开的方法。撒娇的第一位哥哥是啊，对着他，对着他。从这边开始，从这边开始。好，行，来，从这儿。张泽宇开始啊。哎呀，哎，撒了，这个就不错了，这个算了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可爱，哇 ，so cute！ 好，老姐。给了些什么？这么恐怖，又这么小。你傻大爷呀！不要啊！骗我！你觉得肯定不会呀？啊！好草率啊！好，最后一个点打个样。哈哈，打个样。给人打个样，打个样。打个样。差不多。过不过？
不狗。这个质量不好，每天都跟我说不说。我。你说不说？我输了，你赢了。你还没有过呢，你来。那那就我是来给人民打个样子。所以说，我不能就那么草率的回去。好，限你四个字，哈哈，四个字，好变过，不限他一个字呢。我是你爹，你是味儿，哈哈哈哈哈哈，巨猪，巨猪，哈哈，现在就摔，现在就摔跤吗？你叫爹，我觉得咋的？爹，四个字，你是我爹，哈哈哈哈哈。爹爹，我觉得这个没个爸爸爷爷感觉呀、啊，哎，上手上手，我倒是爷爷，我还给你送姑娘上手，你就要上手，这不能躲，哎呀，人家躲外面有配，哎，你这样不行，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哎，背后握住他，哎呀。我没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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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没
润的心里面已经无聊到了。吃毛针。太热了，太热了。好，坐坐。我坐啊。老师这样吧，他讲这首包围这首。为什么他这么紧张？有给其他成员准备过礼物吗？什么？礼物是留在你的保密。你有可以给我们分享的吗？我的祝福呢？我的礼物呢？有点特别的。其实我觉得吧，如果是物质上的礼物嘛，就没什么心意。你说你祝别人点什么心愿呢？这样挺有心，这样挺有心。所以说你就是送祝我祝朋友们今年都长高。那我现在就是有一个就是互送礼物环节。那现在我们已经就是把所有的这个都已经打乱了。好。然后呢，你随机来抽一位成员。从上面往下面数第一个。好，你直接就给到一个数字，就是从上往下数。第几张？第二张是吧？走。六。第四个，第三个，第三个。我不玩老钱啊，您看着来就行了。八，到你数一下。四，我就知道是他，我刚才还在想给他买什么，觉得他怎么可以最后买。二，一，然后一二三四五六七，是不是点到一号水？